所以什么是明心见性的人？明心见性啊，啊，活在维摩诘经啊，啊，讲不二，不二的是平等心呢、啊，平等心，明心见性的是平等心。所以啊，佛布施有一只一只狗啊，的功德，甲布施给咱人的功德，功德同款，哎，功德同款。你讲文殊讲堂啊，讲我要化缘佛像500万。人输过一手的500万，我拢出，500万我拢出啦，拢总出啦。哎、欸，一做佛像嘛，哎、欸，文殊讲堂哦，大家提来都讲我要做佛像，我要做佛像，唔捌人提钱来讲，师姐我要起变数，唔捌，唔捌啦。我讲哦，从今以后来到文殊讲堂，敢那会使拜佛，未使放尿，因为无人要起变数啊，未使放尿，未使放屎，因为无人要起变数啊。有啥？德相、功德、德相。所以做佛像的真济人啊，做佛像的很多，造厕所的没有。为啥无德相啊？一变数的相啊。但是这个难免的啦。众生啊，你说不着相啊，这真难啊，真难啊。哎呀，所以讲啊，我若要来讲经哦。我就安尼口吹手，面洗洗咧，刷落个洗啊个者，拍拍咧，看有啥物水的保养的无？啊，人一摆为去加拿大摕10罐果酸，转来我拢惊抹袂了，糊糊咧，哦，香油搁用卫生纸搁擦擦咧，安尼看，嗯，今安尼来外口可能袂歹看，何以个？啊？众生欢喜，则诸佛欢喜呀、啊！啊，咱是吉祥，但是嘛爱让众生欢喜呀、啊！哎，众生欢喜呀、啊！哎，就是爱安尼。哎，你袂使讲我穿啊破烂破衫，袂使穿。哎，我都要准备一束啊较青的呢，黄的吼。啊，这手搁白色色，哦，搁穿嘞真用心啊，唔是真用心呐、啊，穿嘞真用心。啊，有一个庄严相，庄严相，啊，众生啊，无法度啊，伊就爱安尼啊，伊好，因为咱了解凡所有相，皆是希望啊，啊，毋过众生大拢爱看缘投的啊，爱看庄严的啊，啊，所以喙就口互伊水啊，洗身躯洗2-3摆啊，照镜看，嗯 ，OK， 安尼胃后壁行出来安尼，你敢知影？我话真注重这个威仪庄严嘛呢，吼，对不对？哎，正经的啊，哎，背起来，你第一个感受，人比花娇啊，哎，第一个感受啊，众生可以看到介欢喜，欢喜心哈，来、哦、来，啊，但是咱的心啊是平定，啊，为着众生，所以因为众生拢着相，所以这个功德有大甲小，因此啊，未当达到极限，未当达到极限，咱也是无所着。不说着死下啊，迄无简单，迄死下不说着。有一摆吼、哦，有一个人我该钦佩啊，有一个人该钦佩。哎、欸，我敢若甲讲，讲堂要做佛像啊，要印经。有一个人我唔捌哩，到即摆还阁唔知迄个40万到底啥物人藏的，拢唔知影了对。你40万摕去就拆咧，人就走啊，人就走啊！哎，摕好，我那边的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就摕好我40万，40万。我讲迄啥，伊讲无爱留名，我住址嘛无住址，电话嘛无电话，拢总无。啊，这款的布施无话讲，没话讲啊！真的啊，无相布施啊，无相布施啊！啊，伊知影，讲输摕钱，拢用伫三宝的所在，啊。所以讲啊，人咧布施啊，心境差真济啊。布施1000万，接到1000万，1000万除以1000万，拄啊一啊。啊，若布施1000万，讲我布施无啦，我咧布施100万尔，1000万除以100，安尼就10。哎，啊，我若布施1000万，无啦，我布施10万尔，安尼就1000。
咱就一千。啊，啊，我若报是一千块，拢总无所得，一千除以0.0000，伊无所得嘛，一千除以0.0000001，安尼即个功德惊死人啊！干咧用算术对当算出功德啊，看你有所得还是无所得，所以应无所住的心其心，用算术就算会出来，用算术就算会出来。因此啊，平等心、无上的布施啊，这是大功德。过来，明心见性的人离能所，哦，这个很难，很难去体会，真无简单去体会。书在讲的，离开能所，能也是能攀岩的心。一颗执着的心啊，认为我有一个我，令攀缘的心，所的境界有面对的境界。比如说这灰，拥有一颗欣赏的心去执着这个灰啊。有的人就喜欢学插花，插花这个花呀，迷死它了，哎，迷死它了，啊，有的人呢、啊，喜欢弹钢琴，那所以我们的欲望是建立在能所、能攀岩的心、所攀岩的境界，一直到死亡，一直到死亡，拢无得解脱。修行人没有放下这个能所啊，你无得修行，能。所，比如讲，三个嫌犯，能知道的心，我一定要甲白冰冰摕到钱，伊辛苦过了药，哎，然后如白小燕，你这个境界，咩啊？哎，说不不死，哎，陈金星讲伊食鸡饼，假死的，你敢要相信？但是我听你讲，我听甲真爱笑，讲迄食个中秋鸡饼去假死的啊，啊，都安怎死也唔知啦，啊，就是死啊。那个执着境界为实在的，执着这个色身为实在的，中间产生强烈的意识观念，所以以感性跟理性永远无法度平衡，没有办法平衡 ，cannot keep balance and equal， 没有办法啊，就 cannot control my mind， 啊，没办法控制我们的意志，一块平等。没有办法 balance 平衡，不平则鸣，所以每一个都有怨气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一苦痛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一温婉，所以因为伊无得离开这个灵所灵执着的心所啊，面对的境界，因为能所不断，能所不断，隐藏能攀岩的心本空，那是一个执着分别跟颠倒的心，伊唔知影。以假象为主观的意识形态，这个浮标所生的因缘性的假象，为一旦执着的我，第一就是错觉。过来执着因缘所化出来的物件，当作是境界。虚妄的心执着虚妄的境界，产生虚妄的观念，我们的语言观念。文字的观念、传统的观念、内在习气的观念，隆中爆发出来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，人所不断，理智跟感性都无法度平衡，也无法度过平等心的生活，也无法度过极静的生活，没有办法过宁静的日子，没有办法。因为未了解，领攀岩的心是空。所执着的境界是空，空加空，但还是空。一加一等于二，这是世间人的观念。一个虚空加一个虚空，不等于两个虚空，它还是一个虚空。何以故？虚空无相故。虚空无相故，哎，虚空无相故。所以，
我们所有的人到往生极乐世界去，极乐世界不大也不小，为什么？用一颗智慧的心去。我们呢，我们去到极乐世界，清净的四大，没有障碍，没有执碍，你也免搞房地产，啊，未破病，你也免啊，去争一块什么土地，为了将来。极乐世界，世事外法界，世事外法界，所有相就是心，心就是相。极乐世界就是咱的心，咱的心就是极乐世界。咱到极乐世界就是莲花化身，千百万的众生去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也不会哈太窄啊。少数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也未感觉极乐世界真大。何以故？一切拢从心，心是无相。无来无去，所以极乐世界千百万人按怎去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都未爆满。为什么？心无相故，莲花化身无相故，无相，以无相幻化相为相。所以啊，心无相到极乐世界，不管多少的相，通通是没有大小，殊殊无碍，化改。这是华严经的思想。那么离开这个能所，意思就是心空，我们空掉，是空掉指什么？空掉执着，空掉妄想，空掉主观意识，空掉文字，空掉语言，空掉传统的束缚，空掉一切缘起所建立的观念，就是空，就是空啊。境界我们慢慢去体会，一年生一年灭，这是无常的世间，当体就空。因何多一项东西都给安排一个假名而已，这是花，这是刀啊，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。这是查某，这是查甫，这是法师，这是典会，所谓万象都是缘起性空啊。我们因为缘起法，咱个安排一个假名，接着一个假名，今仔日问题就产生啊！一个水，一个歹，一个好呀，一个善，一个有读册，一个无读册，一个朴素，一个小学。哦，这是总统，这是啥物？开始千差万别，就是为假想建立，建立了个产生执着，执着落落去思想，坚持到底，所以形形色色一直无法度解脱，一直无法度解脱。就是着这个假相，着这个假名。楞严经讲：但有言说，多无实义。在这注意，咱会当冷静思维一下无？一切法只有言说。那个木材假象，木材把它火化，剩一堆灰。这灰但有假象，灰可以讲炼去，炼去，身体色身死去，灰化了，人来自于尘土。回归到尘土，灰化了，无不憨。我们今天讲这个是慧律法师，为什么一年生一年灭假象的物件？所以，咱要修行，哎，离能所放下，离就是放下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心，好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心，放下颠倒。放下文理，放下语言，无论世间的人讲你偌歹的话，你拢了解这是假象；无论全世界的人按怎甲你恶了，你拢卖欢喜，因为这嘛假象。所以圣者不空虚，解脱者不寂寞，自在者不无聊。圣人未空虚，心与佛同在。所以就真正进入佛的真实世界，伊就袂去过这希望的这世界啊。圣人跟凡夫有什么差别？圣人过的真实的生命，处处通通是智慧，处处通通是解脱。圣人伊就是拢总过真实的世界，凡夫过什么？凡夫就是过希望的世界，过苦恼的世间，过贪嗔痴。烦恼、无明、分别、执着、颠倒，颠倒就对。
规工就是乌沙沙，你你争我夺啊！台湾的选举风气就是安尼啊，哎、欸，政治就是安尼，抹黑、无中生有、毁谤，哎、欸，毁谤、谩骂、谩骂，哎、欸，你看台湾这个选举，你骂我，我就骂你；你伤害我，我就伤害你，安尼啊。开始了，揭发人家的隐私的恶，你去恶，哇，拼拼命给你恶了掉，你的空啊方啊都给你恶起来，让人知影讲你的缺点是啥物，哎，看别人会卖打好你袂，打好我袂。台湾了、啊，搞政治啊，有一个搞政治的来，耶，有一个啊，老人啦、啊，来拜访师父啦，算知名度有够呀、啊，伊讲慧立法师。听讲你足敖诶，我讲我无安尼讲哦，你是你讲诶哦，你学了袂要紧，我是原来真爱听，但是这是你讲诶啊，我要甲你请教，我讲要请教啥？我想要行政治啊，你是毋是会使送我几句话？我讲政治我是毋捌啦，但是我对政治是有感想啦，安尼啦，讲无你嘛讲几句啊？看我要安怎做，要安怎参选才会调？嘿，我讲两句尔，讲两句尔。老公，掌握民心，你就可以搞政治；宽恕你的敌人，你就可以成为政治家。就是这两句尔。哦，他听得很。咱这个拍波啊，敢那感冒有较慢淡薄啊呢？掌握民心，你就可以搞政治。我讲啊，你若无得掌握民心，你怎么玩政治啊？我问你咧，你没有办法掌握民心，你变哪搞政治咧？你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原谅你的政敌，你就可以成为政治家，你就会当成为变成政治家，因为政治家最基本的修养就是袂使去伤害人。规工你共乌的有诶无诶，迄臭空臭芳，迄我咧袂共乌袂共乌，袂使一，安尼无够资格，无够资格。哎，就跟一个法师一样啦。哎，即个法师若是上台，规工拢讲人歹话，无够资格做法师啊，无够资格做法师。哎，开嘴就好话，下面讲离开人所是什么意思？讲一句现在的话，叫做。离远离对立，对立不要有对立，对立就变成孤立，唔通对立。翁阿婆若对立，都无话讲，失去感情。朋友若对立，都变冤仇人。厝内若对立，这个家庭都无和好。规个身份若对立，就搞党派啊，有党就乌啊，党的下骹迄个就是乌，有党就乌啊。哎，有党的哦，这自古以来中国哩真无简单啊。过来，对立，国家呢对立的分裂，所以唔当对立啊，不要恶性的竞争啊。过来，不要产生二元论，理跟事断掉，打成两段，讲话哎也要讲。个会晓讲诶，啊，咱比如讲清说法，来讲我，讲你，啊，安尼讲伤尖锐，不要有对立，讲话爱会晓讲，后摆我们要会讲话，咱来开出要去，要多讲什么？多讲我们，哎，咱拢是佛的弟子啊，听起介欢喜，来讲我是佛的弟子。一定都不是啊，所以要用那个很柔和的语言，哎，点点讲咱，啊，而且咱是都爱讲好伊，恰到好处，未使乌白讲的啊，哎，哎讲啊，哎，老婆，啊你未使讲，哎，咱的老婆，哎，你就未使乌白讲，就未使乌白斗起来，哎，斗了嘟嘟好啊，这个咱，哎，讲了对档啊，未使斗了无对档去啊。对不？迄、那个讲啊，迄阮后生讲，哎、欸，咱后生，哇，这代志就大条啊！
这因某因人就会吃醋啊，讲迄咱后生唔当乌白斗啊。所以，多讲我们，好像是你跟我没有对立。大家，大家。所以这个法呀，脉改打成两段，心就是静，静就是心。所以，好的环境帮助我们修心，好的心有智慧的心啊，环境自然好。心甲境就是平等不离，身躯就是心，心就是心，身心不二，身心不二。所以啊，上界凄惨的人就是啥呢？知见错误。这件错误就是啊，四大本空啦，我有无我啦，我因无我啦，这色心卖差伊，食真歹，好食足歹了着。啊，规工下早，胃下早开始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啊，营养不良，这加上啦，啊，食甲营养不良，啊，去拄着便所爬起来，头晕目暗，四肢无力，啊，规个面啊黄皮皮，胃面啊黄皮皮，啊，了后讲讲。伊安尼叫做修行，修到爬起来咧，这个满天钻金条，你杀无半条，安尼讲伊叫做修行。啊，人咧艰苦，啊，伊就不爱叫医生看，干那要啉大杯做水，迷信到这种程度，有病苦都爱叫医生看，伊毋是，伊就啉大杯做水啊，啊，这病到真严重，伊干那毋食药啊，干那讲拜佛的消灾，拜佛的消灾啊。拜佛的消灾啊，无唔对，拜佛的消灾，啊嘛看款消，也甲各种病拜佛都 OK， 对无？也这病医荣总长庚的医生医行医七年拢卖读啊，大家拢来念咒念佛就好啊。迄叫做愚痴，那个叫做迷信。感冒你就是爱食药啊，注射。该开刀的你就是爱开刀，该休息你就是爱休息，别人安怎做你就是安怎做，只是咱加一个。解脱的心，袂去让病苦干去。安尼尔，修行人参世间人无啥物两样，只是有一颗超越的心。艰苦，你就是爱医生看，唔通变个奇奇怪怪的物件。过来，咱若没有对立，无对立，就没有能所，伊就没有对立，就没有恶缘，万法就消融。万法的互为原生湮灭的东西，你包括一枝草、一枝花、一丛树啊，你绝对唔敢去甲破坏，因为心就是静，静就是心啊。所以咱来受过菩萨戒的知影，未使还是受过比丘戒，不可以坏鬼神村。比丘树啊，比丘呢，树啊未使乌白斩、乌白剁尽。拢袂使进啊，包括迄杂草 ，BQ 也袂使去放迄个小杂草，因为内面嘛是有众生，所以这个 BQ 界菩萨界的，甲这 BQ 毕竟呢界个非常的严，非常严。为什么呢？破坏这个境界，就危害咱的环境，嘛是伤害着咱的清净心。所以境界就是心，心就是境。但是啊，咱会做恰到好处的处理，恰到好处的处理。所以啊，万法平等，理事平等，理就是思想，思想就是理体。啊，感情不离理性，理性不离感情。啊，身就是心，心就是身。所以咱们修行都要调整，调静，调静和谐。过来。见性的人跟不见性的人，他的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多几点？明心见性的人，甲无明心见性的凡夫，差在多几点？干那几厘呢？差几厘？差几厘？丢！执着的执。三宗十二部经典，拢教你破几厘呢？破几丢？因为众生是处处着，才得麻烦佛祖处处讲经说法。众生的处处执着，
佛陀啊，就辛苦的处处说法。哎，佛说一切法，怎么样？哎，为治一切心，为着要治疗一切心啊，凡夫种种的烦恼的心，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我当下我都无心，无执着，我无分别，无颠倒啊，那么无烦恼，无无明。要用什么法啦、啊？所以圣者无话可说，是要讲啥啊？都回归当下，万境本闲呐、啊，万法皆空啊！卡就翘起来练水手啊！哎，长身两脚卧啊，天下太平！哎，你叫开悟的人讲，伊唔知要讲啥，伊无话可讲啊！万境本闲呐、啊，庸人自扰啊！千百万的境界都是缘起，当下就是空啊，就 不值得我们执着的东西，包括那些色身生生灭灭无常，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的本空，空的不可得。你是要修什么东西？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习气，所以断习气方便说叫做修啊，断习气方便讲咱或者修行啊啊，今天放掉一些执着的习气，明仔放下一点啊习气，断习气，方便名为修。一切法本不生，本不灭，本来不来，本来不去。你修什么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可以让你修呢？清净的觉性，不是你用任何物件去甲修，是爱我啊，放下，放下啊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呢，清净本空。如如不动，赤裸裸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觉性立刻显现出来啊！所以啊，记住，执为大病，万法对立，万法对立，为得来，从执着来。所以啊，见性人离能所，阿弥陀，见性的人了知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，明心见性的人。了解，凡是按怎庄严的相，拢是一派一乱，包括世尊三十二相。所以你若认为讲佛祖伫后壁就错了，但是讲《金刚经》讲的，说如来是行住坐卧，释迦牟尼佛啊，看到如来世尊来，讲如来是来啊，看到如来坐，讲佛祖伫遐坐。看到如来佛祖在行，伊讲如来在行；啊，看到世尊倒伫遐，伊讲如来在卧，认为为啊世尊行住坐卧啊，说有来有去，不解佛意呀、啊，不解佛意呀、啊。金刚经讲诶，讲世尊有行住坐卧，即款人无了解如来，即两字是啥物物件？如就是如如不动。依空相应，来就是照着毕竟空的心性觉性来度众生。虽然度众生当体即空，虽然当体空不坏思想，伊就是爱度众生。虽然度众生无众生可度，虽然无众生可度，嘛是得爱安尼度，嘛是得安尼度，嘛是爱安尼做啊。所以事相不可免呐、啊，思想不可变呐、啊，思想不可变。所以咱今仔爱了解修行离一切相，所以啊，咱唔通讲啊，佛祖就是伫后壁，迄阵啊，唔就啊，佛祖伫两千几年前啊，释迦牟尼佛出世伫印度，诶，拢总是方便讲，佛祖伫倒，佛祖伫遮，每一个人心中拢一尊佛祖，要看看袂到，要听听袂到，不离看不离听。要感觉感觉袂出来，但是呢，你所谓感觉当下就是，拢总是，拢总是，心中迄阵佛是啥物佛？就是无常的佛，就是发心的佛，平等心就是佛，智慧的心就是佛，解脱的心就是佛，自在的心就是佛，慈悲喜舍的心就是佛，无常就是佛。离一切执着就是佛，离分别心就是佛，离颠倒心就是佛，
无烦无恼的心就是佛，万般拢放下就是佛。在座诸位，大家拢总有，得看咱有志气甲无志气尔。啊，法听遮济，看咱有志气无志气尔。我们有没有志气而已啊？啊，咱若有志气，哎，观想一个，观照一个都无问题。啊，因为咱八点半才讲经啊，咱阁讲几分钟啊，因为吼，这开几千万的了，一讲250万咯。这真贵了，吼、哦！唔通讲，唔通讲，咱佫佮讲两三句啊，佮上节嘛佮讲了十分，唔只有够够本点，吼、哦！你一天安尼250万了，正经的呢，办一摆演讲一栋厝了，1000万了，哎呀，伊嘛250万开不了，剩15分尔，但是袂要紧啊，在座的注意啊！你若听了开地位，就唔拿过250万啦。下面吼，所以楞严经甲咱讲，这阿难，佛就问阿难，讲讲阿难，啊阿难，你为什么出家？阿难讲，我就是因为看到佛32相庄严，哈、啊、金光明相，所以我知讲佛啊是清净心。佛的庄严相，所以我发心对佛的出家啊！哎，阿难，阿难，甲佛祖讲啊，啊，佛祖讲你无认识佛啦！阿难，佛祖甲阿难讲，你根本不认识佛啊！佛那是安尼32相啊，80种好啊，金刚身躯的放光，迄那是佛。你去互骗去啊！你去互假相骗去啊！迄毋是佛。佛在哪里？佛在当下，慈悲喜舍，清净当下的念头，那才是咱本来的面目。阿难，你佛看唔到去啊，看来去要抓去啊，哎，看来去要抓去啊。伊用目睭看，就是迄个是佛啦，对不？哎，迄唔是佛，佛唔是伫遐，佛是伫佛伫遐食，佛伫遐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啊。阿难，阿难，哎，一个法师啊。讲啊，我讲读阿弥陀佛啦，真气，啊真气！然后我徒弟去甲顶哩，阿弥陀佛，伊就讲，谁叫你读阿？迄个读做乌，伊就甲你读做乌。我讲不要紧，读乌就乌啊，我无差。啊，读乌讲起来真歹听，读乌乌兰，你袂感觉听起怪怪？乌兰乌兰德，对不？乌，阿弥陀佛，你听得怪怪，是讲咱的话还阁好听。我、哦、那泰国话就真歹听，哦，泰国话我唔敢学，真歹听。泰国话哦，那先生讲的这屁啦，林先生讲的林屁，林屁啦，屁啦，啊，辜先生讲的辜屁，辜屁，哎，辜屁啦，哎，正经的啊。啊，那讲好买辣椒，讲的这屁股啦。屁股，啊！若要食饭，食炒饭，讲或者靠背，讲这靠背啦，靠背。啊！若导游，我都唔敢讲啊。较早是捌讲过，不过是转去想想，家己真歹势啊，慢讲好啦。哦，啊！若面包都袂听进，泰国的面包哦，大家都会晓，大细汉拢会晓，叫做咖喱羹。我是读一个外音尔。你若去泰国吼，那咧等真久，咖喱羹面包就摕来啊，面包就摕来啊。我是读一个外音啊，也个比这较歹听。明天见，迄我唔敢学，那学了到底佛祖就袂来，袂感应啊。这唔知安怎来啊？你也知泰国的话，咱唔知来真歹听。我去遐哦，开6万多，学几句的泰国话转来啊，无一句会听一啦。下面吼。所以不可以32相见如来，安尼简单讲，凡所有相皆是希望。目睭看到啥物，拢了解，这就是无常。心保持如如不动，这才是真实的物件。所以毕竟空是佛陀的真实世界，就是保持一个如如不动的心性，就是佛。哎，要用这款心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
用这款心来去修行。因为见性的人了知啊，一切都是因缘果报啊，生命是为准的啊，破除迷信。那那学佛的人了解，一切拢随这个因缘变化，因缘变化，因缘变化，一切拢是因缘果报。天地万物只有佛教会当解释尔。譬如说林肯大进，这林肯大进风台安尼来，安尼放落来，第是二十八，这28八字四条，咱来讲这四条28，你这摆这四条拢甲摆落去，伊会摆伊个榴莲，甲摆落去。28个命拢无同，28个命，命运拢无同，事业无同，读册无同。28个人，有个大人，有个囡仔，按怎同一工？翕死林肯大进啊！啊，山坡地没有巩固好，冲落来，土石流冲落来，总淹死死28个，倒落来。我问你咧，后大人，后囡仔，后12岁，后50几岁。查甫后查某的，每一个人若要去算命，命拢无同。何以故？算命一定无同的啊！唔相信你28摕去学算命算，只有佛教会当解释。看命解释未来，你28大家命嘛无同，为什么同一天会死？佛教咧解释介简单，共业所感，共业所感，共业所感，同一天就爱死。同一天就要死了啊！你像印尼航空，哎，我最近拄拄伫泰国，印尼航空，伊只南部迄所的埋海，这飞机飞过无看到啊，结果栽落来，撞着好几节，死230几个。印尼航空，哎，结果台湾人讲有死11个还是8个啊？未记一啦，8个啊，赔美金10000块，台币30几万啦，哎，死了够未记得啦，死了无记得啦，啊，230几个，在一刹那之间终死，那230几个摕去算命，安尼排，足简单嘞，死了后，赔你230几个，摕去要算命，拢总甲排。保证230几个拢无同，但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做伙死，共业所感。所以翁仔某嘛是同款安尼呢。恁翁若咧掠鱼，你食到恁翁的钱，因果共业。先生若咧做杀生，也是讲太太做杀生的行业，杀生的对，哦，共业。你讲阿叔阿伯接袂来，袂当无多啊！你出事得骗我啊！阿伯你变怎？你话无多啊？伊业就是无多，真无奈。哦，阿奶当改就尽量改。所以这个因缘果报啊，悟道的人呐、啊，还是绝对相信呐、啊！啊，所以每一个人呐、啊，伊家己做。我做我的啊，哦，恁翁唔信，可恁翁伊个，我做我的啊。哎，我甲阮翁无共业，为啥？我会晓施舍，我会晓护持三宝啊。翁无信佛，后摆袂共业，后摆袂共业啊。所以这个共业啊，这真可怕的物件。哦，这只猪三个做一台，三个拢共业。世间人拢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杀手拢有一种错误的观念。害一个人判死刑，害两个人伊嘛判死刑。白小燕死判死刑，方宝芳命案三个双死，伊嘛判死刑。啊，伊要过来，足足到底害死几个？拢总敢判死刑尔。所以世间人的恶毒就是讲大不了一时，所以法律无法度解决这个众生的内在的矛盾性。越狠呐、啊，越狠呐、啊，
狠的角色，大部分在被他讲，愈凶恶，愈凶恶，大不了一死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了解因果都唔是安尼哦。你今仔杀死一个，一个因果；你杀死五个，你要去出世五世的人去，让这个害死。你这世的人害这个，后世的人害那个，唔是一时哦。你杀死十个，十摆生死，你爱害害人十条命；杀死一百个，你害人一百条命。害死一千个，你也害死一千条命，唔是死一摆就会当解决咯，唔是死一摆就当解决咯，唔是安尼哦。所以只有佛教的因果正确的念头，才会当彻底的心灵改革，才会当彻底的心灵改革。咱若拄到较凶恶的人，伊根本伊都唔惊法律，对不？陈进兴长本来暗算都要死呀，啊，一长进去他就不想出来呀、啊，对不？造成一个国际的事件呐、啊，国际的事件呐、啊，啊、哦，对雷兵公，见性的人没有所谓的顺境，没有所谓的逆境。禅宗里面讲，顺逆二境皆解脱自在，顺境、逆境。在圣人来说，通通叫做方便，叫做方便。圣人无迄个什么顺境，圣人嘛无迄个逆境。讲啊，这个人讲五逆，哎，本身就解脱啦。伊你讲五逆，伊嘛解脱；你讲洪灾，伊嘛解脱。圣人解脱自在，充满了大智慧，伊无所谓顺境，也无所谓逆境，甚至讲伊要牺牲生命。伊也袂恐慌，这就是伊的业吧。无要安怎？无要安怎？哎，你像我这个手，酸甲安尼一直酸，吼吼吼！我这个左手，伫建中练台拳了，伫安尼酸，安怎医？你敢知？针灸啊，针灸啊，啊，佮刷落去下蒸汽。什么贵夫人用药浴啊，用落去蒸汽啊，然后去高温落去吹，无效啊。用姜母落去推，无效啊。做迄落一支啊，一支舞蹈啊，震动的舞蹈，指压啊，我无去什么油压、粉压，迄我拢无啦。我咧指压，起个哀哀叫，哎，师傅啊，一听你就哀嘿啊，我拢忍耐，我拢叫小等的哦。是噶呢，有够酸的，袂好。去予拳头的人食，袂好。去煮只冬瓜精，去煮冬瓜精啊！安尼煮个大量的冬瓜精，袂好。去买日本的阿里达明 F 上好的，啊，叫美金师姐煮。下早煮一摆，下晡煮一摆，下早煮一摆，下晡煮一摆，煮一个月，袂好，通通不会好，拢总袂好。没喝，弄没喝。好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就耽搁大家十分钟的时间，对不起大家啊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，明天再继续。